Ooh, that sugar sweet, you got what I need. Sipping on the potion, all that good emotion. 那其实今天是也不是说我的 content， 就是我自己想拍 vlog， 然后我不想一个人来开这个车，所以我把你找来了。谢谢。然后我也想过来玩。大家 welcome 肖俊，噔噔噔噔。对，然后肖俊呢，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哎，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是干嘛呢？对，今天就是来玩 go kart。Yes. 我以前也跟大家说过，我在德国的时候很常开这个车嘛，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去开，然后今天就把你找过来，然后对，我想跟你比赛，我只是想要哦胜负欲。哎，今天好啊，这个要比赛跟你说，我跟洋洋很久没有一起比赛，对啊，就是游戏最近少打了，因为分开住了，现在对，哎，可以来个胜负，来胜负之后呢，赢的人呢，哎，就请吃饭呗。喂，我没有玩过，没玩过，在德国天天。每个星期玩，肯定不够你玩。你看，从那个镜子看你很可爱，像从泥水。那你能不能给我练一局先？就说是，当然可以啊。就我们给我练。他有好几局嘛，一开始，然后你就先慢慢开，开几圈之后，然后我跟你说开始的开始。Okay. 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我们的主题。今天请吃饭吗？对，请吃饭。哇！근데우리그거먼저입어야돼。잠깐만요。헬멧，헬멧。啊。감사합니다어왜아멘시타아멘시타감사합니다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혹시그뭔가주의해야되는설명드릴거예요 네, 네알겠습니다와편하다왼쪽어깨시트뒤에보시면안전벨트매시고요네어어디지왼쪽어깨왼쪽어깨안전경설명드릴게요네발아래보시면두개의페달이있는데오른발이악셀즉가속페달이고왼발이브레이크페달입니다 、네、 속도가너무빠르다싶으면밟았던가속페달만살짝떼면돼요 、네、 가속페달을밟고있는도중에브레이크페달이랑같이밟으면카트는그자리에서180도돌아버려요안전운전부탁드릴게요알겠습니다시동걸어드릴게요네출발할게요어출발 Don't keep my love on a loop though.Keep my love on a low low. You can throw me like a yo-yo, but promise I won't let go. If you don't trust me by now, tell me why now. What can I do just to keep you around? Love on a low low. Don't keep my love on a low low. She's a keeper, but I just can't keep her. She be running when I try to get deeper. Yeah, she's stepping through my fingers, and I try how to please her.三圈呗，三圈啊，三圈 seven， 对，洋洋，小二姐，
呀，不会玩了，你转圈不行啊，不会玩了。很简单，不是真的，你别甩尾，你要刹车再进去。不是哦，不是，你看，因为如果你甩尾的话，会这样，会这样。我们现在呢，刚那局是我赢了嘛，然后现在我们因为有时候有可能别人在前面，你不好意思插过去，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第二轮比赛，第二轮比赛是完全没有人，然后我们自己算分钟，就看 几秒钟可以跑完这一圈，然后对 ，OK， let's go， challenge start， 对。哇现在是零点几秒的啊！啊！哇！零点一！哎，我觉得这个不算，跟你比一场，一圈就好。这样没用啊，要比时间。比三圈呗，两圈。两圈？嗯。你是想一定要超我的感觉吗？3、2、1！哇，他那个车的直线加速比我快多了。你知道你车直线加速快多吗？你试试看，我给你看，你车的直线加速比我还快好多。对啊，你自己看，你到这里啊，这个，你看啊，所以我刚刚在这里是追不上你。你先，3、2、1 ，Go！ 你看，你车为什么加速这么快啊 ？OK。啊！用一辆车，用一辆车。好 ，OK， 来。快兴奋了！
六八，哇，一点点。哎，我36.8，八二。我是36.7，6.07，现在6.8，哇，很多。哇，果然我那台车不行，但我们差一点点而已，现在是。哎呀，一秒都很多了，所以刚刚的比赛就算又是我赢了。喂，你，我第一次玩呢。对啊，我很久没玩了。很久没玩，要怎么？哎，你说开这个车要怎么开？这个，好，好浪漫，这怎么弄下来？不知道，反正，对，今天呢，啊，你上你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结束了。胜负明天啊，明天，你这做点总结。哎，所以总结就是，对我们刚刚说的任何挑战的，好像都是由我来赢的。没有啊，其实我本来一直想拍个 contents， 就是拿我最厉害的东西去跟不会的人比，然后我就那个胜负欲一直有。你算是我的第一个实验者。实验者，嗯，对。但你只赢我一点点而已，甚至没有赢。那我们刚刚看比赛餐券的时候，我也。算秒的时候，因为我的车比较慢。但你作为一个基础那么好的一个人，跟我第一次玩是比我快一秒，0.几秒。这个圈其实没有多复杂，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很多的那种 scale。你看我好几次都是在你的弯的时候超你的，我差点只剩就橡胶瓶。不然就不来油。对，然后反正今天就这样差不多结束了，下次再想看能去什么地方玩。Okay. 我再回家想。拜拜。